是不是按之前的价格给我？不是，这种满色满肉的很少见的，这是卡酒家的单圈的姐姐们。景红色，咦，怎么像土匪一样啊？怎么会你都要这样？之前我们买的是这种冰料哦，然后这一次的话，他刚刚才到了新货，给你们看看姐姐们。 料子的话就是收藏品质的满色满肉的蓝红中的天花板景红色，这种颜色的话是真日巴金的好，这个不是穿料，全都是宝山的东山料。对，这个长葛的话是非常少见的啊，特别漂亮。我看一下有多少条嘛，我就看看我不要。染肉那么好，色那么好，而且裂还特别少。对，我就不用的极品，精品中的精品。这一批珠子的颜色非常的匀，而且珠子的形状也特。 特别的好，颜色好看，而且纹也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因为里面都知道你买宝山蓝红的话，它就是有一句话俗称啊，无裂不保山。你看一下，像这个珠子的话，基本上完全挑不出什么纹裂，很好看。价格呢，老板娘？这我们是卖一万二一条，一万二一条。对，我打包的价钱啊。品质特别高。这两条价格肯定要更贵一点，这个就是男士也可以佩戴，女士也可以佩戴，像这种的话都是可以的。这两条呢？ 那两条是15,500一条，算了，还给你，自己条来，再说个卖价，9,800，少了就不谈。3,500一条了，多少？3,500，我全部打包8条。不谈。这批珠子好好看，又红又肉，纹眉都又高，简直就是没得挑啊！就价格有点贵，我去拿3,500的给你。不要拿3,500的给我，我就要这个。这个它不是3,500的货嘛？你可以放肉嘛？28,000。 30,000的锦红色天花板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颜色哈，再加，老板娘，快点，今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明年再继续，明年对天发誓，我不砍老板娘，我砍我自己，就开始准备给我换明年的饼吃了，真的，明年给你多卖点货，你每次都说给多给一点，多加一点，每次都是砍了一刀又一刀。 来吧，打包吧，就这样吧，行不行？3,800，3,800打不到的这个价钱，我算20,000吧。这种任何地方人家都要卖10,000多一条的，那是别人值不见吗？又给我们值不见不一样，我们值不见是走量的，对不对？你都知道的吧？我们家的话回头客很多的。这种是好货精品货，它不是那种差差的。网上给你转钱，可以的啦，少挣一点点，不利多销嘛，是不是阿姨？阿姨说是的。我不要。我给你转钱，20,000吧，过去了。这个怕是卖亏了。你又来瞎搞。 我没有来瞎搞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宝山蓝黄，没有经过任何的注胶打蜡。看看这个纹的都是3,000多的货吗？可以的啦，过了，快点，还差3条。这3条怎么了？格局嘛，格局，好好，你好好看看货，你好好看看货，给我了。3,000多你去哪里拿？拿个鬼，我带你去挖去嘛。我不用，你去挖来给我就可以了。<笑>去路边捡也不是这个价嘛。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来。 下次多买点嘛，这个完美度特别的干净，性价比非常高，真的就是一条过万的价钱，就这样了啊！来直播间找我。